Yummy 素食养生料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秋香姐，今天做一道素食养生料理。今天我们将介绍三层焖土豆，所需的材料有素三层、土豆条以及沙沙酱。首先烧锅热油，放入土豆，翻炒土豆，随后加入三层肉，加入少许的姜蓉，倒入适量的水，进行一个简单的调味，加入我们的沙茶酱，随后焖至五分钟即可出锅，一份简单又美味的三层焖土豆就完成啦。本期节目已到尾声，感谢你的观看，别忘记按赞、订阅以及分享哦。